主要什么地方？就是那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密封箱，一个是里面那个电磁阀。就是两个问题。我觉得够精密。这工作时间做一个话，我估计要40秒哦。这种时间不用，提前判定的，提前判定的有。这工作时间是大概是十五秒左右了。这个接过来给我们做这个。到时候如果它的产线呢，你们试的时候确定能正常的区分之后，再把它的时间再缩短，缩短一点都可以的。我看哪个时间能调短啊？充气期间，充气我看设不短了。你看它供气的时候到结束的时候还在充气，不会四秒钟，你看嘛。四秒钟，你看嘛，充气时间。四秒钟过后，它一定被关掉的。我知道，你看嘛，看这个值。那个。看，看没有？看没有？还在大。那现在在充气。对啊。是啊。你看，是啊，我知道啊。现在是这样的。就是说，这时间基本上都差不多。对。应该是合理的。是啊，你减小的话，它都没到顶的话，你就已经停掉了。